我刚才一直在打我老公，我为什么没有这些？你进来看看，看哪里？我要这样！哎，听到没有？我老婆说我也要这样。我要这样！我都生完两个了，你都没跟我这样。我生日安排上。好好。我想娶你。我想我会大眼大眼你，可是我刚刚才遇见了你。我怀疑这情都是你。好美！没跟嫂子说你想明天晚上再给他重新补一个表白的场景，借用一下场。我刚才一直在打我老公，我为什么没有这些？以后我一定会补。杨迪哥扯领带，好来了，这个工作好，然后慢慢的放松，放松了以后扯领带，你咬什么唇啊？下意识的，西门家族的习惯。既有魅力，我脸都红了。魅力这一块，谁打得过迪哥吗？来下一个吧，有没有哪个你最擅长的？你感觉人多十班哦，这个可以哈，那跟迪哥演吧，跟我演啊。好，什么场景？这是一个公交车里面很挤的情况。上车了，上车了，哦，上车了，上车了。哇塞，徐阳想进我男朋友怀里，进我男朋友怀里，他要进来吓我一跳，我说谁呀、啊、哎，到底去哪里啊？公交车就正常走不是吗？公交车不会，公交车不是吗？好，那出发了。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好，那出发了，就开心。来来，祝你开心。你也没护住啊，你也没护住啊，我后脑勺都被锤锤了。啊，好难呀、啊！第一次看见男朋友护女朋友是这样护的。捏这个十字裸脚，不用呼了，你女朋友已经走了。来，可是现象的啊，你们俩都不在一个关节上面，不在一个关节上面。不是，是真的。我就要弄他的小腿，往后一点，我就要把你的小腿肚给打开。这好像欺负小孩子一样，这个。那你要不要垫个垫子？苹果香，苹果香。没必要，没必要，没事，一样的，都是一样的。没事，扛扛着腿顶着坐，就开始在那夹了。对，没事，我试一下，我看一下你的力度啊。来吧，来吧。三，二。一，哎呦，哎呦！你怎么往里收啊？你怎么？三，二，一，开始。开始哥，你别演，你用的力嘛。我发毒誓。你再用力啊！这是你全部力量了吗？你问他我用没用力？有力吧？哦，有吧，应该。你再用力啊！
你让他闭上啊，对，你要把他闭上。哦，我把他闭上。啪叽，啪叽，啪叽。秒毙，秒毙，真的是。你这儿好痛，扎人。我练过的，这把这骨头削过的，感觉是有那种倒刺。我跟你讲，我这要再输了，就真的，我能输你杨迪。西门迪，我跟你讲，我封氏家族整个颜面就在我这儿了。现在，两个企业看谁的胯好。没听过我的歌吗？胯。主打的就是一个胯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多一点，我再动多一点。夸起来，夸起来，家家都张灯结彩。我哇哇！啪叽，杨迪，啪叽，杨迪。这是你全部力量了吗？我能输你杨迪。哥，你这条腿废了。你这双腿只能说爪爪。你太搞笑了你。我就得第二名吧。我觉得这个成绩我挺满意。还是来一下，易阳来试一下吧，好不好？感受。主要是涛姐刚弄完，有点懵，稍微缓一缓。帮我试一下外面呢。对，行。好呀，好呀，那你俩试一下。这样让涛姐缓和一下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哦，我是要打开，你是要打开？你也在往里面夹呀？夹谁？你想夹谁？夹那个蚊，夹那个蚊子。来，准备好了啊，三。二一开始。哎，徐阳，你应该第三名。你用力了吗？再来一下，预备起，三二。等一下，预备起，你这个来三二一。他们已经在夹了，涛姐来三。什么？姐姐，我已经啊！阿三，只要把它夹扁，把它两条腿合成一条。不是，站起来的时候这样的。他们力量很大。是。OK， 我扳手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下个叉。姐姐，你再弄一下。好好好。徐艺洋没拍到啊、嗯，太快了。预备起。平时你平时不走路啊？你走路累吗？平时他平时走两步不是使不上劲儿，就是他一掰他一使劲就滑了。滑了，嗯，哦，裤子问题，裤子对裤子问题，裤子涛姐裤子太滑了，是吧？人家是裤子就这样还第二名呢。今天我跟一人一个公司，那我那个呀，智慧肯定智慧之光，又这种高冷金贵，啊，这上面字哪只有那个幽闭跟你有关系？我倒不幽闭，我是让人产生恐惧。选这个，我选大大大，我跟尼哥一组。哦，行，老乡，跟西门迪一组。首先走上青毯的是来自大大大冠军合金铸造有限公司创始人，掌声欢迎。走你后面吧。哎呀，还帮我撑伞，太客气了。没事没事，来，你挡。那我就。我这镜头全挡死了。大家好，裴秋南，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清环盛典的绿毯现场。迪哥，你今天穿的这一身有什么样的说法吗？
我这套衣服就是凸显我们公司的尊贵，就这已经是我们公司最便宜的一套衣服了。哇哦！杨老师到那边稍作休息，迪哥你过来一下。我干嘛？你的组合名？三。没错，就叫做。嗯、啊？那张黄子韬啊，黄子韬哦，为什么？他是黄子，我是韬。他们烦不烦人？救命啊！行，你自己面对啊。哎，那你们组合叫什么？我们俩叫杨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四。啊这风，你来来来，看谁先想起来。一阳。那个。黄甫一阳。哎，完了，你废了。哎呀，我就记不住你的名字。司徒向阳的名字出现那么多次，一点不听哈。啊、哦，对，哎呀，记忆力可好了。太遗憾了。一、二、三，黄子，黄甫，黄甫，一阳。哎。叫我干嘛？完了，叫什么来着？上官名号。上官名号。一、二、三，东方堂。好好记哦。好，我扣了一分。一，哎，是说东方堂了，上官名号。秒杀。我们集团都还在。那他还有三条命嘞。哎，他命怎么那么多？阿萨只有试玩的时候做过两次，其余一票没有扣，现在是全票。哦，试玩呢。What？ 哎呦，这一下。运气好，运气好。速战速决吧，这样。一、二，爱吃棒棒棒棒肉的。我也不懂，我们俩在哪刺激？爱吃棒棒肉的西门迪。行。这是什么战术？抛我一条命。内耗就是内耗。一，哎，是《使徒传说》讲的南宫卓妍，哦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他讲话很快，让我好紧张。一，二，哎，是《使徒传说》讲的，《使徒传说》讲的南宫卓妍，南宫卓妍。会猪肉的黄甫一阳、这个游戏太为难他了，菜都凉了，菜都凉了啊、哦！我真的又扣一条命啊！哎呀，输在语速上面了，因为开始变很强。输在语速上面，你可以找一个那个滴滴代答，嘴速快的那种。你找我，我给你滴滴代答，好不好？你把条命借我，再来吗？最后一次喽！爷爷。贡献给你了。身材魁梧，曾经被抢救了8年后才恢复健康。有哪个角色躺了8年啊？睡美人，我是睡美人。运动能力强，跑得快，跑得最快的一个古人，曹操。说曹操，曹操到。你挺幽默。哎。我们会不会是跟这个戏银厂有关系的？大话西游里的角色啊，菩提老祖，菩提老祖，你会不会是菩提老祖？有可能哈，我就是，解锁了。那我是谁啊？金角银角啊？我就说了嘛，你金角。但是你俩现在都是银角的。没有，我的金皮太热了。这也行。咦，老师，老师。黄甫一阳，一阳画得太好了。黄甫一阳，别搞事儿。哎，老师，雪玲姐，你好，你好。雪琴真的不会画画，这两笔整的，我跟你讲，一点功底没有。感觉是山和水，四个字的话。青山绿水，哇，这都能猜对，这都能猜对，不要往这个方向了，跟山水没关系是不是？马上，哦，他这个是五指山，我也是这么想，
是五指山西游记，所以就是泰山压顶。我可不可以一个倒着倒着看？我觉得在你这也没必要花时间了。这是冒烟出来了，日照香炉生紫烟。我看一下明浩的，因为这确实都看不出个所以然。哇，这就是五指山呀。他画了很小的一个东西，然后我把它放大了一下，我的理解就是五指山，然后花果山水帘洞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因为老师画的，你看，哎呦啊，你看，哎呦，差一点看不见了我。啊，撒姐，一个，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，这是个菜刀啊。如果李丽老师没画好，哇，这个一看就能看得出来了吧？太明显了，太明显了。四个字，成语啊？对，这也不是成语啊。对，不是成语。一刀劈开也不是成语。差不多。劈开之后呢？劈成两半了。对啊，然后呢？涛姐，你是我们队的。一刀两断，一刀两断。回答正确。迪哥和易阳经过一天的推理，你们认为自己的身份是？我是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，判断的依据。完蛋，我的资料拿起来，挺多依据的。他太多了吧也？你太多线索了。首先这个运动能力强，跑得快，这不用说了吗？马车嘛，说话算数。这个你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吧？他们知道，他们出的题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同车马上正好有四匹马，曾经被抢救了8年后才恢复健康。正好今天冰蛋也讲过这件事情，在右下角这边有一个同车马，保存的好完好哈。后来修复的，哦，修复的，大概花了8年时间才把它复原成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样子。身材魁梧更别说，它因为整个构造就非常大。2000的话就更确定，因为2000年就是2000年前，对。早晨出场的时候，易阳帮你撑了伞，撑了伞，怎么了吗？哎呀，还帮我撑伞，太客气了。没事没事，来。哦，那个也是细节的一部分哈，因为那有车顶。哦，究竟你们的真实身份是什么？请揭晓。